Hello。 这两年许多行业发生很大变化，我爸妈开饭店的去年也关门了，你们应该知道为什么。对，我太赚钱了。我爸嘴里各种网络词汇，我对他少了很多尊敬。正常吃饭，他说：“儿子，咱们开炫吧。”我说：“你能不能好好说话？”他说：“你爹味儿真重。”我说：“你是我爹。”他说：“双 Q。”我说：“爸比别 Q 了。”我是双胞胎世家，我爷爷生了双胞胎，我爸也生了双胞胎。我说：“爸，你是怎么分清我和我弟的呀？”他说：“我是你二叔。”我说：“那我爸在哪儿？”他说：“你爸的羊拨出去玩了。”我最好的朋友跟我说他得了重病，我说：“你减减肥呀。”真是，我经纪人最近也开始逼我减肥了，我也有身材焦虑了。有一天买了个鸡蛋灌饼，想想不能吃，给了路边一个乞丐，他说不吃碳水。我说：“但你是个乞丐呀。”他说：“对呀，胖了就不可怜了。”我的风格叫 one liner， 中文叫一句话笑话。之前去大学演讲，下面坐着50个老师和1000个学生，院长为难我，上台说：“来，一句话逗笑我。”我说：“你学术造假。”他说：“哈哈哈，真会讲笑话啊。”我们继续。我中学英语成绩不好，60分的选择题只能得18分，老师很生气，说：“你信不信我把答题卡扔地下踩两脚都比你分高。”我很不服气，凭什么他的脚比我的脚厉害。他说：“因为我是扁平足。”我高中早恋，和女朋友在操场散步，有人抓我，掩护她逃跑了，只抓到了我一个，问我另一个人呢，我说没有啊，我自恋。神经病啊。你们很聪明，很聪明。嗯，我想先布置一下场地啊。嗯，你们觉得无聊可以先投票啊。嗯，我想认真说一件事情。我爸上个月住院了，他抽了30多年烟，我妈也劝了他30多年，但他不听。所以怎么说呢，也不能怪我妈下手太狠。我妈问她烟有什么好的，我爸说 YYDS 啊。我妈问我什么意思，我说愿意动手啊。我爸求饶，别打了，你是我的神。我个人看法，我觉得网络是丰富了生活，但也带来一些不好的东西。我坐地铁，旁边大哥一直刷那种美女穿短裙跳擦边舞的视频，还外放，几分钟后刷到了我的视频。
两秒钟滑走了，我滑了回来。谢谢。我说大哥别着急，他一会儿也跳。大哥看了五分钟说他怎么还没跳啊，我摘下口罩，因为我不会，然后转身跑下地铁。我觉得我太厉害了，那一刻我觉得我太厉害了。大哥冲着我的背影喊，你等下回见面的。天，这茫茫人海的一个小时后就见到了。他对我说的话是，来一句话逗笑我。讲完了，谢谢。插兜啊，哈喽。去年上节目之后，很多人说我是丧系脱口秀，然后就有一些白活找我。我说我是丧，但毕竟还是喜剧。他说是喜丧。前段时间居家，大家因为无聊，行为越来越奇怪。我对面楼的大爷连续三天站在阳台盯着我看。第四天我实在受不了了，换回了男装。谢谢。那两个月我一直在回忆过去。我上学的时候，同学们为了不写作业会想各种办法。有一次老师收作业，我同桌站起来说自己来的路上遇到了一个蒙面劫匪，把他作业本抢走了。我觉得他太笨了，连我都认不出来。有一段时间我的邻居是一个精神病，他住得离我很近，就在旁边的床位。他跟我说他有透视眼，我一点都不害怕，我会隐身。我一直在租房，租房装修一定要提前和房东商量好。我之前私自把房子的门拆了，房东很生气，因为他还没答应租给我。这不能怪我，这不能怪我，因为前一天他说一个月4000，我说3500，他说那没门，我说可以。我喜欢你们，有来有往嘛。我们继续。我觉得独居女性是一个社会问题，因为生活会很危险。我邻居甚至还买了一双男士皮鞋放在家门口，第二天就丢了。我挺难受的，我挺难受的，急脚。我们继续啊。我在街边看到一个人卖唱，我看了很久都没给钱。他唱完看着我，你能帮帮我吗？我帮他唱了一首。我想说我们这帮人为了这个节目真的很努力，
一些南方演员每天练绕口令，刘奶奶找刘奶奶买牛奶。我说你这样不对，应该是刘奶奶找牛奶奶买经典超绿牛奶。六克原生高蛋白，一瓶牛奶两倍营养。牛奶奶说：“这么好的牛奶，我才不卖给刘奶奶。”可以可以。我很怕和老板交流，公司团建，同事逼我去给老板敬酒，告诉我酒一定要比老板的低。我上去，老板，祝你长命百岁。最后分享一个我的研究成果，我发现男女的区别可以在一些小事上体现出来。比如女生看到一片湖水，第一反应是拍照；男生看到一片湖水，第一反应是打水漂。之前我约女生去西湖，她把手机给我，让我帮她拍照。我技术非常好，十连环到了对岸，被人捡走了，好在对方也是一个男生，打了回来。但他技术没我好，三下就沉底了。对，当时女生狠狠地瞪着我，我心想天哪，还好我会隐身。我会什么？会隐身。讲完了，谢谢。Hello， 我太难受了，我太难受了。我的对手是杨蒙恩和建国博洋，要在我们三组里淘汰一个。我太难受了，淘汰他俩谁我都舍不得。我想尽各种办法，我去找效果老板，我说老板，咱从节目考虑，淘汰我不能上热搜。有道理。淘汰王建国可以上热搜，是因为没人认识我。老板说对，你是谁啊？谢谢。今天的主题是上班，外地人在上海找工作很难。我之前去一家公司面试，面试官叽叽喳喳说了半天，我实在忍不了了，我说不好意思，我听不懂上海话。他说这是英文。我说但这里是中国。他说但你面试的是翻译。哇，那么快四盏灯了，做前的时候好像没有这么巧。我大学专业叫水产养殖，我的校友全来了。当年在我们那里，海王这个词儿形容的还不是渣男，是我们专业年级第一。我来效果面试， HR 问我大学取得过什么荣誉，我说当了四年海王。
他说你真不要脸，符合我们公司文化。我很喜欢鱼，大学在宿舍养了一盆小鱼苗，回去发现我室友在做足疗。为了从事这个行业，我还去学校鱼塘偷着练游泳，换气很难，要在水上吸一口气，水下吐出来，水上再吸一口气，我不会，在水上吐了一口气，下去喝了一口水，上来吐了一口水，我怀疑这个场面被人看见了，因为过了几天有人传鱼塘里有鲸鱼。当年因为过度捕捞，嘉陵江渔业资源遭到了很大的破坏，我决定在实验室培育鱼苗放进嘉陵江。当时我在上游放，渔民在下游捞，鱼都懵了，啥意思啊？欲擒故纵啊。整套流程速度非常之快，鱼都还记得，这鱼是七秒钟，七秒钟的记忆。我喜欢你们。很聪明，很聪明。我每讲完一个段子要留很长时间的停顿，是留给你们投票的时间。我太不要脸了，符合这个公司文化。我们继续。我前老板特别爱讲大道理，有一次开会，他拿了一根筷子掰断了，又拿了10根筷子也掰断了，说看见了吗，你们加一起也斗不过我。太强了。刚才扯那么多有的没的了，我们讲一个严肃的话题。其实职场大家工作压力都很大，成年人的崩溃就在一瞬间。有一天晚上下暴雨，我在街边看到一个男生忽然蹲下大哭，哭得很惨。更悲哀的是，路过的人不仅没安慰他，还围上去拍短视频。我很心酸，我走过去，我说兄弟你怎么了，他说哥我们在拍短视频。没头没尾的。没有想到吧。最后我想说，我去过很多公司，但效果是唯一一家让我说不出任何缺点的，因为确实签了保密协议。同事之间氛围很好，我还发现小北，有人认识小北吗？有一些，我发现小北是我的校友，因为他跟我说他们学校有鲸鱼。讲完了，谢谢。最近脱口秀太火了，我老家一个开足疗店的朋友都来找我合作，让我在他给客人捏脚的时候站前面讲脱口秀。我说可以，但需要你配合。
他说怎么配合？我讲到梗的时候，你抠他脚心。阎摩换了个风格。我以前觉得幽默能吸引女生。我中学开始就爱写笑话，讲给我喜欢的女孩，她笑得很开心，然后讲给她喜欢的男孩，那个男孩再讲给我。一个笑话幽默了一圈，就我不开心。上海很多年轻人谈恋爱很现实，是为了分担房租，很现实。其实情侣同居之后也会有一些烦恼。有一天我睡得正香，我女朋友把我叫醒，她说杨波，我睡不着，咱俩聊聊天吧。我很生气，我说聊啊，你交过几个男朋友啊？她开始数，数啊数，睡着了。我睡不着了。你们也能听出来，我的感情生活并不是很顺利。但我觉得没关系，因为一个男人最重要的是事业。我从小的梦想就是当老师，人类灵魂的工程师。但在我真正当老师之后，我发现并不快乐，并不快乐。我之前教高中物理，还是高三，压力特别大，题我都不会。学生也很笨，没一个能给我讲明白。后来我去了一家广告公司工作，经常要和老外接触，但我英文很差，每次出去都是老板给我翻译。后来老板把我开了，可能他觉得工作压力太大了。每次谈完生意，客户老外都是过来加我微信。然后看着我老板 ,good job。我老板看着我，干得漂亮。杨波赢了呀。我说这句不用你翻译。其实现代人工作压力很大，成年人的崩溃往往是在一瞬间。之前有一次公司加班，晚上10点，一个女同事忽然大哭，说自己刚做完的20页 PPT 忘保存了。所有人都上去安慰他，老板都亲自过来一顿操作，帮他恢复了 PPT， 发现只有3页。好啊，最后我想说，脱口秀是我的工作，但我生活中不是一个开心的人。我上次笑还是我哥结婚的时候，新娘跑了。讲完了，谢谢你们。OK，Hello。
我来上海很久了，刚来的时候跟人合租，要共用卫生间，很不方便。尤其我的室友是女生，我俩经常爆发争吵。我说你洗澡能不能快一点，她说你能不能先出去。别误会啊，她是我女朋友。我俩是姐弟恋，姐弟恋相亲认识的，她是媒婆。后来我俩分手了，因为他有了新客户。所以说我很羡慕我哥。我哥在上海有一家公司，但一直单身。之前他拉我陪他去静安寺求姻缘，很灵。一个月他的愿望就实现了，找到了对象，但公司倒闭了，我的愿望也实现了。有一对兄弟，两个人发展相差很大。哥哥游手好闲，现在在火车站偷手机，而弟弟脚踏实地开了一家手机店。我妈特别爱砍价，小时候她带我出去，对方说3000，我妈说200，不行就下一家。我说妈，要不就3000吧，咱已经走4家医院了，我快不行了。我妈说别着急，她会出来叫咱们的。女生的问题很多陷阱。有一天我女朋友问我，你猜我在医院碰见谁了？我脱口而出，你为什么去医院？她愣住了，说因为我是医生。你心里没有我。我很讨厌灌酒，有一天朋友约我吃饭，拼命给我灌酒，拼命给我灌酒。我刚要灌他，他说一会儿要开车。我很生气，因为我也是开车过来，我只能叫个代驾。他接单了。我觉得上班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。我工作的时候脑子里经常出现一个声音，杨波，你为什么不辞职？转头发现老板在我旁边，他说的。在职场里面，只要你不尴尬，尴尬的就是别人。公司聚餐，经理说，杨波，给大家讲个笑话，不讲就是看不起我。我说我就是看不起你。他愣住了，说这笑话不错啊。我说我就是看不起你。他看着我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说这叫 callback。谢谢吴伟老师。哎，其实我说一个比较难过的事情吧。最近我哥因为一些工作失误腿断了，这给我的生活也带来了很大的影响。手机店倒闭了，我喜欢你们，很聪明。
我的风格就是拿身边各种人编故事，我就是这样。我全家已经没一个好人了，但他们不在乎。我舅舅还来找我，杨波，你能不能把我也编你段子里边？我说好。你喜欢偷看人洗澡？他说不行。你能不能编个假的？我说你能不能先出去？最后我想说，我真的很爱写笑话。我曾经开了个网店，卖我写的段子，方式是付完款后我打电话讲给他，他笑得很开心，选择了7天无理由退货。讲完了，谢谢你们。 OK， 哈喽。上一轮结束后，我有了一种当明星的心态。我干了一件我从没干过的事情，去坐了头等舱，很失望。头等舱的空姐服务质量太差了，把我赶回了经济舱。现在小孩太嚣张了，我有一个5岁的侄子，他淘气，我打了他一下，他居然都对我喊：“你知道我爸爸是谁吗？”我说：“你知道我哥哥是谁吗？”他说：“让他俩干一架呀。”我也愣住了，问我哥：“他爸到底是谁呀？”我哥说：“你疯了，不是说好不提这事儿吗？”我也不太理解我女朋友，她平常只看综艺，前两天我推荐她看奥运会回放，她被100米短跑迷住了，跟我说：“杨波，他们怎么跑这么快？这还是人吗？”我说：“你把2倍速关了。”苏炳添100米成绩4秒91。我说：“你能不能少看点垃圾综艺？”他说：“那你还去参加？”我讲完一个段子会停顿很久，有人微博问我：“你是不是忘词儿在想呢？”我说：“不是，这是留给观众投票的时间。”我太不要脸了。我们继续。我很讨厌上班早起，有一天我起晚了，怕迟到，打了个专车，上车发现司机是我老板，他看着我：“你好像要迟到了呀。”我说：“那就看你表现了。”还是迟到了，他扣了我工资，我给了他差评。我很怕在生活中遇到老板，有一天我在逛迪士尼，老板朝我迎面走过来，我很害怕，我假装看不见他，开始玩手机，来了一条微信：“别装了，我看见你了。”我很尴尬，因为那天我请了病假。他看着我：“什么病要来迪士尼治疗啊？”公主病。好了，我要讲一些正经事儿了，我要开始走心了啊。
大家准备好。我来上海很久了，我有一年春节没回家，跟房东阿姨两个人过年。别误会，她已经70多岁了。她看着我，小伙子，我孩子今天也不回来，但看到你吃饭，我好开心。我说阿姨，你也吃两口吧，就知道你儿子为什么不回来了。最后我想说，我的风格就是这样，就是拿身边各种人编故事。但我最近有点后悔了，因为第一轮我拿我哥的婚姻开玩笑，结果上个礼拜他俩真离婚了，还让我开车送他俩去民政局。一路上我真的很难受，因为要憋笑。我哥更难受，他没憋住。讲完了，谢谢你们。哎，还挺管用啊。Hello， 我最近压力太大了，我去找导演，说我要退赛，他说不用，我安排你淘汰。我大学专业是水产养殖，现在讲脱口秀。我一直没告诉我家里这个事情，直到前几天，我妹妹偷着带我爸妈来看我演出，他们才知道我学的水产养殖。因为我是被调剂的，我全家一直以为我学的是计算机，所以亲戚们电脑坏了都问我什么情况，我说可能是缺氧吧。我大学很喜欢一个女孩，追女孩要动脑子。有一次她跟我说，你知道吗，已经3年没人陪我过生日。我灵机一动，你生日是2月29号。我为了追她去学弹吉他，表白当天发现自己不会唱歌，于是让我室友帮我唱，他唱得很好，女孩都答应了他，甚至不知道是我在表白，还对我室友说下次清唱吧。去年我妈给我安排一场相亲，我对女生说我是脱口秀演员，他说那你能送我几张票吗？我说好。你也喜欢脱口秀吗？他说不，我是黄牛。最后我俩没在一起，但会经常联系。上个月回老家，我奶奶告诉我一个噩耗，说我们镇上出现了一所凶宅，人进去就出不来了。我壮着胆子去了，密室逃脱，我也没出来。我爷爷知道后还去救我，门票太贵，回家了。我奶奶很没文化，我来上海，她问我，上海是江苏省还是浙江省啊？我说都不是，上海跟北京一样。她说啊，是咱河北省啊。我给他们家装了空调，但他俩不会用，夏天开着制热，还不会关。于是他俩拿了个风扇进来，对着空调吹，以为能降温，热得很均匀。最后他俩在院子里睡的，
因为外籍吹的是冷风。需要一定物理知识储备啊。我们继续。前两天我朋友过生日，买蛋糕没买蜡烛，插了20根烟，许愿要戒烟成功，怎么都吹不灭。我到一所城市会逛它最好的大学，之前我去北京，在清华和北大之间选择了北大，因为我从小就听说北大有很多保安自学考上了北大，而清华没有，所以我断定北大安保比较薄弱，还是被抓到了。他说你为什么闯进来，我说你为什么没学习。最后我想说，其实这个节目带给我很多。我前几天，我以前很喜欢的一个女孩通过微博找到了我，对，说她要结婚了。她老公非常希望我去当伴郎，说唱歌求婚需要伴奏。其实上个月我们大学同学聚会了，但是我没去，因为很失望了。去年有个人上来就各种借钱，所以今年他们没叫我。讲完了，谢谢你，OK。